12月22日，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陈意涵照样爬山。她身穿无袖长版背心搭休闲裤，并在陡坡上露出笑容。毕业首饰拍照，她在树丛中享受森林浴，写下怀孕心情。今天是冬至，29度，爬了4个小时的山，于是取消了2堂瑜伽课。要不是低头看不到鞋，我真的常常忘记自己是个孕妇。33周持续和平相处中，太热了，我要吃汤圆冰或冷冻水饺。本人陈意涵被网友惊叹是史上最狂孕妇，觉得宝宝在肚子里肯定想我的妈妈真好动。她大笑回应，哈哈，她没带过别人的肚子，所以无法比较，应该以为本来就是这么回事的生活在肚子里。不少粉丝提醒小心啊，太疯狂了，请你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孕妇，答应我好吗？她也保证我时时刻刻警惕自己。待产中的陈意涵时常分享怀孕日记，日前才更新肚子变大，弯腰变得有点困难，想找出自动绑鞋带的鞋，打算穿到临盆，结果充电器却忘记放哪儿了，被笑在怀孕了还是陈大发。